来，这个是雷克斯的内视镜 WiFi 眼镜蛇，它可以经过 WiFi 连接到手机，任何型号的手机都可以使用，不管是安卓还是 iOS， 甚至是电脑都可以使用，可以经过这支内视镜照到任何的东西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哦。伸进去之后发现，原来是一张龙哥的名片，就是这样子一组雷克斯内视镜 WiFi 眼镜蛇。